哎呦！哦，咳嗽了，妈妈抱抱，妈妈抱哈。看姐姐，来看。小脖子，看这边。看蜘蛛啊！看蜘蛛啊！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天的烟火秀也即将要接近我们的尾声。不会吧？才20分钟而已。知道，三天后的台湾光复节，也是我们台湾光复60年一甲子的纪念。也希望大家将这份感动烙印在与我们大道城的记忆当中。哦，不行，那真的会抓手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小智，好厉害的号头哎！那我们大家也一起来为这边超过10万人，我们一起来为台北市的这个夜晚，一起我们。好了，好，我们弟弟祖祖到我们来了啊！我们先找一个。好。干嘛抓着不放？好，可以，你帮我把蓝衣倒掉一下。好、啊。爸爸刚洗好，你马上就吱吱了。媳妇儿带上去。是觉得国防委员会根据他的预算，至少要砍掉这个，砍掉大概好几亿条。这个总统府啊，这个买一个地毯200万。听说总统官邸啊，搞个健身房，上千万啊。还有，我跟大家报告，刚才讲刚才啊，我们来回答的是基金啊，像这个行政办公基金呢、啊，好好一份。来，爸爸来，爸爸来。你看吧，从他喜欢看这些村里，对不对？他现在所谓的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，就是中美基金跟这个行政院的开发基金，薄薄的一本啊，几页里面什么也看不到，75亿就不见了。啊！而且这个法根本就还没有过，所以我一直把它退回去，我要冻结这个预算。有没有？股市如果说要回稳的话，我是觉得股市初一你不去办的话，股市初一你不去办的话，不在干嘛？不会回稳，人民不会相信嘛。所以对金管会的预算，如果说股
不同意不同意，我全部给你，所有人是被你关，全部给你通通冻结。基金的部分确实很大的问题。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都把他带到这边来，然后他的助力就一整到这个村里了，这样子。好，我这里玩完了，走。看来儿子对这个游戏没什么兴趣。对，不知道。看看那个，对不对？Hello， 不会笑了你，对不对？妈，他有乖乖的吗？上班上两天床。嗯。哈哈哈！哈。刚才有在哭了。对。我要给他脱衣服啊！慢慢慢。皇帝说他抱着、啊、然后看他衣服这样子捂在上面，把他脱衣服就哭了。你什么时候做面食时候爱讲无量啊？妈，等一下我就问他。那你赶快去吃吧。吃完饭就给他喝奶奶。慢慢哦，慢慢吃饱再给你吃哈。不是，小不是小不是。不是，就不是。你们今天睡着？没有睡着？没有。那你在干嘛？我拉肚子。啊？拉肚子啊？啊？我拉肚子啊？你
你拉肚子哦？拉什么肚子啊？做大包鸡蛋干活的。全面八折，只有十天，尽情把握。嗯，去吃饭。我拉肚子是我不想吃啊。啊。吃了又拉。不是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点。哦，哈哈哈。阿你奶奶啊？阿妈婆呢？阿你奶奶啊？哎呀，奶奶啊！吃一份麦，妈妈用沙豆腐啦，啊？啥？吃豆腐爱豆沙哦，无迄落，无油啊，去吃饭。嗯。啊！被阿妈抢走了。妈，阿妈包，阿妈包的。阿妈爸洗奶用钱给爸爸给我。